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。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点燃模糊答案，爱能否带走我的不安。在对峙中试探，不想再躲闪，把实话都说完，如何是秦墨良，我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不会自己行动吗？我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只是想快点找到证据。我不是说过，我会想办法吗？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。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变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不用现在回答我，你可以慢慢想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吗？喂，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有什么急事啊？我妈那出了点情况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阿姨一定是想你了，你一来她的血压和数值就稳定了。下周我们买束花再来看阿姨吧。好。当时你一个人一定特别难熬。要不是我，估计她也不会倒下。当时在我爸的葬礼上，那些讨债的人逼着我下跪，我妈一直拦着我，挡在我面前，她不让我跪，说这是我们家最后的一点尊严。你跪了吗？跪了。在我跪下去的时候，我妈也倒下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一个没有感情、没有眷恋的人。我只有放低我自己，什么事都做，什么活都接，只有这样才能还上我们家欠的债。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。你现在有我了，秦墨阳，我会罩着你的，你的身后不是空无一人。你说过，如果想哭的话，就哭出来，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这样。